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我们刚找什么找？你要买什么？我帮你买。好吃啊！欸、你买太贵了，我没有钱，我身上没现金哦。鲨鱼。对，再去啊。我的那个鸡翅点太多了，我点四块，有啊，我点四块鸡翅吃不完，给他带回家。哎，蛮好吃的。Love you guys, love you guys。很不干净吧？蛋糕，蛋糕然后肉丸，对，怎么讲？靠！我刚回你说我会来啊，真假？妈的，结果你自己来，他妈的，你自己来？没有，我没有。哦，那你要买什么？没有，我来瞎晃啊，买东西啊。哦，我也是来瞎晃，我坐在网购了。啊？我坐在网络上订的。我坐在网络上订。那你逛完了？逛啊。那蛮快的。我就哎、欸，我逛我来蛮久的。你家来这边快吧？很快。在哪里？家过来。开过来20分钟而已吧。超快的。好啊，你先吃饭。拜拜。世界太小。教练就要多吃点。不可以色色狗。
哦，太饱了，太饱了，太饱了，太饱。我要去那个，因为我吃不完，我要去那个，我要去拿那个袋子把我的鸡翅装起来。世界太小了。